大家好，我是在 Facebook 里面名字叫做 Low David。 过去我做过很多传销公司，但是今天所做的一切，因为我有一个朋友介绍，他说这个产品可以环保。为什么可以环保？因为它是大众化的价格，所以这个大众化的情况之下，我们只要说告诉每一位在座的朋友，他们的认同说这个价格是大众化的，而且这是一个国际的生意，他只要一个户口全世界连线，好处就三件。所以说我们就是把一个环保的事业给所有天下的朋友分享这个的喜悦。所以为什么我看到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环保事业，谢谢。